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直接摇摇摇，参与游戏，赢百元红包和夏普互联网电视。哎，雪叔，两名凶手就在你们人群当中，有内奸啊！手玩女性剑。这时候真的谁都不要信。记住一点，那大家都是演员。不要靠近，请不要靠近。不要过来！我又不是凶手，是不是要动手啊？不要！别动我！有没有人枪击我？金鸡国，这是我的手机。我们今天给皇上进贡的是我们的 GS， 这是我的人吗？这是我的皇位，我先上去坐上了。金鸡使臣不得无礼。金鸡使臣不得贿赂本宫。好，让他们来觐见吧。皇帝又不在。宣神马国使臣觐见。这是真正的牛拉马，他应该是牛拉马，欢迎来自牛拉马王国的牛拉马。神马国的使臣前来觐见。神马国的使臣，你根本不是神马国，你是牛拉马，牛拉马国的。我跟你讲，这是来自二郎神的坐骑。真的吗？对，我们神马国啊，历来都是出汗血宝马，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累？我，你明明应该骑着过来，你为什么把马养成了牛呢？宣天龙国使臣觐见。哈哈哈。哎呀，小傻瓜！哎，这个你这牵马怎么可以把马牵到我们这里来？这是神马，你到马厩里休息。小心我们神马掉底子踢了你！哎，手机啊，手机。
哎呀，你是什么国？你是天龙国呀，天龙国。天龙国的脸这么大吗？那当然。先懒人国使臣觐见。懒人国的朋友，欢迎你啊！懒人国啊，华夫饼干啊。这真饼啊！哎呀，小饼干，一早上起来吃这么硬啊！这个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啊，是真的。厉害！哎，这个今天道具组厉害了。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因为我就不想呢，我自己拿着这个饼干，所以就挂在脖子上。懒人国，对，懒人国直接就这样吃。哦，先汤尔国。他们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吗？还背了一个这个，把这个删进来呀、啊！一起一起一起！不错不错，来来来，不错不错不错，来。孙世杰，去吧！哎，谢谢我邻国的朋友们，我是苍耳国的使臣，我的背后就是苍山，我这里装的就是洱海的水。哦，对，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普洱茶。我是来自古国的使臣，古国 Lugulabrakst 是什么什么？是不是太草率了？你能重复吗？再重复一遍。你能重复吗？鲁布拉德，哎，你看他这个名字不一样哎，开始是鲁布拉德，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国家呀。先鲜花国使臣觐见。哎呦，又得敲一遍。鲜花国，哦，小迪，哇，他没有停过表演呢，一直在转，哇，鲜花国的使臣你好，哇，哎呀，你好，你好，你们打招呼，你们打招呼还挺猛的这，哎，其实我有带贡品过来啊，哦，我带贡品，辛苦了，啊。你们在前面聊，我你给他吃吧，你不要吗？你给他吃，你给他吃。小面包一直在哭。好耶！你们怎么吃？什么饼干？全是面包，身上都是面包。哦，这好棒啊！不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吗？哎呀，我们各国使臣都到齐了。先蝴蝶国使臣觐见。蝴蝶国会飞呀、啊？蝴蝶国。真的假的？对啊！哇哇哇哇！
姐夫，这就有点吓人了。每人送你们一只。哎呦。哦，这是我就心里。刘涛，我真老乡，而且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处女座是在一起的。啊，对对对。你居然忘了，你为什么反应那么久？欢迎刘涛，欢迎。我是鲜花果。哦，谢谢。太好了，赫赫，你是什么果？我是天龙果。天龙果为什么要这样？小傻瓜问题太多了，一个牵马的问题那么多。我们天龙国的贡品为什么叫天龙国呢？很厉害的，因为我们天龙国啊真的是有天龙的。哇哇哇，小龙虾。十三香在哪里？这是麻辣的，是吧？这可以拿出来溜一溜，来。来，这个厉害了。皮皮虾，我们走。驾。仙女儿国使臣觐见。女儿国呀，哇，我这个期待了。女儿国应该是个美女吧？哇、哦，好多美女。这是女儿国，阵仗有点大呀、啊，这个四个女的台啊，啊不对，里面在自己走哎，你们看轿子里面的人都自己走，轿子里面的人在自己走路啊，女儿国啊，出来公关的肯定是女儿国最漂亮的女生，是的，对不对？女儿国不应该这样。哎呦，我的天哪！马多啊！我不习惯见到这么多男人。啊，马多老师，你像你这样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失落吗？好，那个，回见啊！帮帮忙，来踩一下那个。不是，踩，哎，踩一下，踩一下。哎呀，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哎，哎。好，怎么这么狼狈呀、啊？我真的不习惯见到这么多男的，别伸手。我是女儿国国宝。因为我们国就我一个男的，我是一个国宝。啊，你们国家真的还蛮惨的哦。对，你的贡品是什么？这是我的画像。画像。哇。谁呀、啊？谁呀、啊？女儿国的媒婆。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啊！我们国家的画师只会把所有人都画成这样啊！你们国家的画师叫 Photoshop 吧？讲真啊，赶紧进入下一个环节，头已经快断掉了。这个东西还蛮重的，你知道吗？欢迎大家来到大理崇圣寺三塔，它是大理最标志的圣景之一，特别漂亮，也被称为大理古文化的象征。据考证，三塔已经屹立于此1000多年了，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荣辱兴衰。今天你们的身份是各邻国使臣，前来觐见木西国国王。木西国国王即将为你们举行欢迎仪式，现在请找到你们对应的座位入座。哦，哎，苍耳果的朋友，你根本坐不下。哦，不行，太重了，太重。啊啊！木西国安国王驾到。安国王，谁呀、啊？哪里？
哎，这是合影15块钱那个，这是合影15块钱那个。这每天拍照花5块钱那个。那国王也拿一个，国王也拿喇叭是为了太 low 了。没有人帮你拿喇叭吗？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木西国，各位进阶的礼品我甚是满意，我赏赐各位每人一粒国师特制的续命丹。续命丹？什么丹？续命丹啊。是这个吗？是这个。服用之人可以多一条命。现在你们打开宝盒，服下续命丹。这是红巧克力吗？我想问一下，这个续命丹你们是用手指这样放进去的吗？脚趾，我喜欢。再来两个。每年觐见，我们都会展示我国的国宝。今年你们会有幸看到我国镇国之宝——双生盾牌。上国宝。还穿着迷彩裤啊？什么情况？啊？怎么了？什么悄悄话？什么悄悄话？你们竟然如此大胆，够危险，一个都不许放走！啊？什么情况？什么了？发生什么了？怎么了？干啥？啊？干什么？什么情况？别围我，别围我，我不走，我不走。别围我，别围我，我不走，我不走。你们看看，你们打开看看，看看你们做的好事。什么？看什么？打开那个吗？把盒子打开。什么也没有是吗？啊，有啊。祖蓝，你做了什么？有啊，哎呀，哎，有一哎，有一个，这个没有了，哎，有血的，国王已经走了，啊，国王怎么走了？啊？怎么样？哎呦，血书啊，写什么？念一遍。梁是臣道道盾杀我。有两个使臣，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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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臣盗盾杀我，有内奸啊，内奸啊！哇哇哇哇哇哇哇！一阵妖风吹来，哇哇哇哇哇！天空大变，真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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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有点起鸡皮疙瘩。据可靠消息，你们中有两人盗走了盾牌。并杀害了守护盾牌的国师，国王已经下令封锁全城，找出凶手前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那我们一起去找吧。好。哎，今天涛涛话比较多。是的，我也觉得是。哎呦，掐我还蛮痛的了。哎哎，热巴一句话都没说过，热巴一句话都没说过。
不是，热巴和郑恺今天真的都没说过话。不是，我是背苍山背累了。那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怕说多了会怀疑我吗？喂，你怕被怀疑？对呀、啊，因为本来就不是，你一怀疑就会慌。稍微一 OK。欢迎来到木西真理之殿。哇，你们将在这里召开使臣大会，揭开案件的真相。何人在此？盗取盾牌并杀害国师的两名凶手就在你们之中。所以肯定不是我。没关系的，你们投我也没关系。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只是在搅屎而已？你在搅屎。我跟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单独相处。记住一点，就大家都是演员。有点问题。这个时候真的谁都不要信，不要信。你不要动手啊！干嘛了？快跑！我别跑，紧张。你跑！你不要打我！为什么说真话没有人相信呢？你们中有两人盗走了镇国之宝双生盾牌，并杀害了守护盾牌的国师。为了帮助你们尽快找出凶手，有一条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据说木西国民间有一种神奇的法力，获得它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除掉你想除掉的人。但是因为凶手就在你们九人当中，一旦凶手获得了这个神力，你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啊，我不会被杀呀。接下来大家将前往神力被封印的玲珑阁。 OK， 今天有一场烧脑大战。马东老师呢是非常逻辑的人，而且特别会说，但是涛姐呢身份感觉很奇怪，因为今天上午她在说话的时候感觉人特别虚，就不敢正视，感觉有点异常的兴奋。涛姐，今天又是我的强项，我要相信第一直觉。刘涛，涛涛，奶奶绝对是凶手，就是你。我觉得要不就话最多，要不就话最少。现在刘涛是话最多的，热巴是话最少的。我觉得刘涛姐真的是很有可能，她太紧张了。嘉宾就我和马东老师的话，按正常他们会推理说我们俩其中肯定得有一个是有特殊身份的。我刚才好像话有点多，会让他们怀疑会不会是我，是不是我太着急想把自己摆脱掉。我最不会玩这种智力游戏了。玲珑阁，我去直接拿东西了。哇！使臣您好，请挑选一把钥匙，并打开对应的柜子，它将决定你是否能获得神力。神力啊！有点意思，这个了。更多浓醇美味尽在安慕希。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本节目由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1特约，记录世界，记录你。本节目由有趣生活分享平台快手 APP 特约，节目指定主题乐园方客，方客成就欢乐梦想，极致音效，极致画面，
夏普互联网电视与世界较真赞助播出。打开手机淘宝、手机天猫，直接摇摇摇，参与游戏，赢百元红包和夏普互联网电视。这个。这什么？真的呀？那很遗憾，手艺不如你，请前往木西真理之殿参加食神大会。食神大会。哎呦，阵势有点大呀。都是真的水果，可以吃的。我不吃，要高冷，我们古国人的高冷。啊，玲珑阁。哟，哦，哟，那很遗憾，已与神隐约。啊，这么草率。你来了，你拿神力了？你的东西呢？我东西我藏起来了。你都没拿到神力，你藏起来干什么？你也没拿到神力啊？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不是，哎，我得再听听别人的。你放心，每个人进来肯定都是这样的。怎么样？拿到神力了？拿到了。果然都是。你拿到神力了吗？拿到了。你们没有吗？拿到了，拿到了，拿到神力没有？小迪拿到神力没有？这我现在不能说啊，能说吗？这个可以，我们都可以说呀。你们都说了，当然了，说了，我冲进来就说了。有一张纸条，然后就在这个里面，让我倒出来。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那个是什么？对啊，我那个是通天天龙，天龙通。怎么可能、啊？你那写的是啥吗？我跟你们都不一样，你们那么押韵。欢迎来到木西真理之殿，这里是木西国汇聚真理与智慧的地方。你们将在这里召开使臣大会，揭开案件的真相。盗取盾牌并杀害国师的两名凶手就在你们之中，他们每轮会 out 掉一个人。为了加速破案，国王还会钦点两名他极为信任的使臣作为追查者，并且九人当中还有一个人拥有神力，他会在之后的每一轮 out 掉一个他想除掉的人。那么厉害。现在请来领取任务卡。在城中有无数面暗藏凶手或追查者信息的铜镜，两两结对寻找铜镜，并按铜镜的提示操作。钟声响起时，各位召开使臣大会，使臣会议的全员投票，票数最高的人被强制 out， 直至凶手或追查者一方全部 out， 游戏结束。因为你们今天吃了木西国国王赏赐你们的续命丹，所以今天你们每个人有两条命。第一条命被 out 之后依然可以参与游戏，直到第二条命也被 out。 你们每条命被 out 的时候，我们会公布你们的身份。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因为盾牌已经被凶手偷走了一块，由于盾牌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它可以掩盖盾牌拥有者第一条命的真实身份。当拥有盾牌的这两个人被 out 的时候，他的身份只会显示为使臣。当第一条命被 out 之后，这块盾牌就失效了。
直觉啊！哎呦，我的宝石！我的天哪！是乃大胸之兆。人不出去吗？不是，他就是在那边。怎么了？我这拖往上走吗？看到没有？从那个坡上面往上走。我知道了，他们一直要给我带路，那我就是那个啊！啊！追查哥呀，原来我是啊！我是警察。皇上好，安皇好。天龙使者，请坐。哎呀，终于等到你了。没想到是苍使臣啊！二位使臣，寡人向来与你们两国交好，你们二位也是寡人极为信任的。此次国宝被盗，国师被害，寡人希望你们尽快找出凶手。寡人现在任命你们为追查者。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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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给他蹭灭了，要不我就撕掉吧，撕掉。黄鼻涕都流出来了，冻了很久了，在这为了等你们，我已经冻得瑟瑟发抖。我这冻了半个小时才等到你们。好，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我要把另一块盾牌给你。因为是长者威胁，所以。天龙使者，不要辜负寡人对你的希望。这里面有个蜡烛，而且写的是杀人凶犯赵天霸。天霸东霸拓，霸东霸拓，赵天霸，杀人凶手赵天霸。赵天霸算线索吗？这不算吧，应该是必须找铜镜吧。哎呀，赶紧问铜镜吧，你还要在这儿研究这个吗？先找铜镜吧。必须得两个人哈，走走走，我跟你去。嗯，放开我！冤枉啊！冤枉！冤枉！走，我被锁起来了。什么呀？自己在玩。这里有一个铜镜。你怎么知道？我刚才来过啊。好恐怖啊！这是蛇精姐姐吗？哎，
行了，你说这一晚上要看，哇、哦，好恐怖！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杰里就没有信息了吗？那蜘蛛就是没有答案的。走吧。啊！啊！躲起来了，他们。哎，有人躲起来了，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啊？没有，你找我吗？我就一定要躲，我不希望被人家找到，你知道吗？哎，你是有神力吗？我没有，我是骗大家的。不可能。来，试试个镜子好不好？这边就有镜子了。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她是铜镜，不是魔镜。魔镜，铜镜，魔镜，铜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你问这问题，她不回答你的。那就铜镜好了。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你是条汉子，是臣子，希望与你开怀畅饮，兄说来往数条。没了，凶手其中一个是男的。啊，敬你是条汉子，敬你是条汉子。还有好喜欢喝酒。也有可能是女汉子，怎么可能是女的？对啊，有的时候也会说啊，我敬你是条汉子，你怎么这么跟女汉子一样？没有，一个就是男的，肯定是男的，一个就是喜欢喝酒的。赵哥，喝酒，邓超啊。小鹿同学，我已经武装了我自己。东哥，问一下这个吧。好的。铜镜，铜镜，请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陪同追查者，他们在各自国家中人气颇高，深受喜爱。各自的国家中。的人气中，这追查者啊，各自的人气不高。马总，快过来过来，我们先问个魔镜，有个魔镜在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各自的国家中人气颇高，深受喜爱是追查者。呵，还有什么？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我知道年少成名很多人都很羡慕。凶手来往信件什么意思啊？凶手来往信件是凶手写给凶手的信件。谁是年少成名？你是不是也年少成名了？我做电视都30岁了，你还记不起我来？我才20多岁了。这里告你，我悠悠。这里告你，我悠悠，你悠悠，我悠悠，你悠悠。
咱们要聊聊先验谁好吧，这很重要。有一个细节，如果是杀手的话呢，他们肯定知道游戏的规则，对吧？有几个人他根本都并不是很想知道，一个是小鹿，要么是很聪明他听懂，一个是涛姐，他根本就没有提问过，你知道吗？但是我不建议第一个验涛姐，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盾。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因为所有人都比他大，是，但至少能验出一个小的嘛。验祖蓝，是。我们可以再多找几个魔镜吧，再验。这是吗？哇，这里面哎呦，好吓人呐、啊！阿紫，阿紫姑娘，你丑爆了！真的吓死人了，这是阿紫的阿紫姑娘的颜值啊，惊呆了。哎，赵阳，赵阳，赵阳，驱逐，驱逐，太草率了。画图太挫了，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知道，燃烧成现在乱乱燃烧成李晨也是燃烧成名，李晨出道超早，对啊，是所以事情相差较大，李晨很大，年少成名，只有李晨年最最早成名。小鹿也很早成名，小鹿没有李晨早，他们都很晚早成名啊。这不了解啊，那就验个李晨吧。可以啊。铜镜，铜镜，可以告诉我李晨的身份吗？较大，李晨已经确定了。那邓超就超是安全的，邓超是安全的，涛姐是安全的，不一定。涛姐块儿也大呀，那晚哪有李晨大？比祖蓝大吧？哎，快快再说，再说，再说，再说。阿紫姑娘，真的告辞，告辞了，此生不要再相见了，再也别见。机会太警觉了，这些人都没干。神马国的使臣前来觐见。天霸，动霸拓，我得赶紧把这消息散布给别人。
年少成名呢，所有人第一直觉都会觉得是小鹿，但是我们这儿有一个同行，李晨。按照刚才聊天啊，如果热巴真的是比较呆萌的话，那拿到神力的人就是热巴。你是说让他使神力杀人？你是不是神力者？神力者？对，我不是。但我说我不是，你信吗？那你就是了。热巴，哎，龙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是因为我们推测出来，你有可能是有神力的人。当然，你可以保持不说，但是我们俩分析出来，李晨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凶手，而且他绝对不会是拿盾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有神力的话，你第一个一定是杀李晨。不。因为下一轮我们一定会投票投李晨。你听我的，为什么我分析给你听啊？是这样的，李晨现在你相信我，剩下的两个不，你相信我，如果你有神力，先点李晨。李晨是铁的，因为如果他点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肯定是有盾的。如果他点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肯定是有盾的。不一定啊，李晨有盾呢。不一定啊，李晨有盾呢。因为所有的现在都指向李晨，李晨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有盾，我就觉得李晨没盾，很有可能有盾，因为这一轮所有的信息都是指他的。你给我们一分钟，你商量一下，你别猪脑子，来。那我先走了。你先别走啊，你个猪脑子。怎么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脑子啊，怎么了？你在古代就当个步兵跑跑就可以了。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啊，我知道。他有盾，怎么验得出来？他没盾。热巴，别走。我的逻辑是天罗地网。OK， 我们有结果了，李晨100%是凶手，而且没有盾，相信我，动手吧。好了，方向无比，可以杀人了。吓一跳。我还怀疑你呢，你为什么怀疑我？我也不知道，现在没有线索，我谁都怀疑。哎，我有什么？我看了这么多条信息，有什么可以怀疑我？哎，先问你们好吧。你要害怕我，你就去忙吧。你要害怕我，你就去忙吧。省得一会儿你 out 了，或者谁 out 了，谁又说我，你把我单出来，最好是这样。儿子，快来帮我找一下，对一下，快！你儿子，同进，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哎！说相同的人一起做事会更顺利。说相同的人一起做事会更顺利。我知道了，同属相，一样大，
对，或者大一轮，不是，都属这个。我司马吴哥司马，刘涛姐属马，刘涛姐属马。你是吗？我不是，我不是。答案来得这么快，走吧。这有点快啊。那这个消息很快呀。这是会不会迷惑人的消息啊？什么声音啊？哎，你们俩问出了什么吗？我怎么信任你啊？你们俩问出了什么吗？哎，咱既然到这儿了，咱这个我看过呀，他每个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换对手，只要每个人问就都不一样。对，换了不同的对手，他随机的，那咱们重新问。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我们一人交换一个信息，怎么样？你喝酒吗？我喝酒，我知道有一条说他很爱喝酒，刘涛特别爱喝酒，刘涛特别爱喝酒，而且我很多酒是他送给我的，是刘涛送的吗？哦，邓超，你说会不会是小鹿？小鹿我试了好几次，而且我拿鸡吓他，我捉了他好几次，弹得飞起来，我觉得他不太像。他俩属相相同啊。刘涛姐，哎，你属马吧？你是属马吧？哈，陈哥你也属马？我也属马，你也属马。对，你得到这消息了吗？没有啊。刚才有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凶手的。凶手属马。属相相同的人往往会更加什么什么什么，说明凶手就是两个属相相同的人，但现在就我们三个。你怎么这么紧张呢？我紧张是因为你们两个好吓人。为什么说我们两个好吓人？你觉得我会是吗？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现在想干嘛吧？走，咱们去这边。李晨在想办法和刘涛在一起。李晨已经崩溃了。李晨基本是我的事，线索给了这么多，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要光复木西国。李晨第一条命好，李晨第一条命好，他被杀了。邓超第一条命好，邓超第一条命好。刚刚过去的一轮中，有两位使臣已经失去了第一条命，现在请公布两人第一条命的身份。好，各位使臣，现在请根据你们的观察和刚才获得的线索，对谁是凶手
发表意见看法。好，小鹿请发言。因为那个我跟超哥一块走的时候看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属相相同的是凶手的线索，当时我只想到了涛姐和我还有陈哥三，我们三个是属相相同的，他们俩大我一轮，他们俩大我一轮。嗯，是不是大一轮吗？两轮。一样的。哦，对，我们相一样大。没有看到了，完之后一出来就看，正好看到，当时就是刘涛姐跟陈哥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直接喊了一下属相相同，涛姐就指着我那表情就不对了。哈，我肯定投刘涛姐，对吧？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呀、啊。好，热巴请发言。我觉得我相信所有人。那个祖蓝哥他，我觉得他是好人，是因为他给了我吃的。小迪的分析就是谁给他吃的，谁就是好人。好人，别打断他，我还蛮期待他继续说下去的。然后是凯哥，所以他也是好人。然后是涛姐，涛哥是我一直没有见到他，除了那个天霸东霸的那个王之外。所以应该也不是坏人，反正没怀疑过超哥吧，他是好人。马东老师在分析，所以他也是好人。破格好人，鹿晗好人。反正就是记住一点，就大家都是演员，就好了。嗯、哦，就好了，没了。陈赫，请发言。范围其实就在这儿，一个是姐，一个是鹿晗。那下一刀可以点给他们俩任何一个。人，对，我们也只有这样了。我们先投涛姐了。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宫殿的最上方哈、啊，我看到每一队的你们游走的过程。涛姐和李晨待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Sorry， 然后我说完了。好吧。你非常有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凶手，真的。我要提醒那个神力者，你要赶紧。把没有盾牌的李晨 out 掉，因为李晨他一出去，他肯定要杀追查者或者杀神力者。其实我比较偏向于相信陈赫，因为陈赫直接指出的李晨的整个身份，所以我意见应该跟陈赫一样。好，刘涛请发言。我那个。这样看着我，没关系的，你们投我也没关系，因为你们要投了我，起码我还能够保护得了大家，让你知道真的。现在开始投票，投给王祖蓝的请举手，零票；投给郑恺的请举手，零票；投给刘涛的请举手。真的吗？你们？本轮被 out 的人是刘涛，请揭晓他的身份。肯定是使臣啊。现在翻谁都是使臣，都是使臣，因为他有个盾。我帮你挡了一剑，我知道。太厉害了，不会，太厉害了，哎，坏了，太厉害了，你怎么能这么坏？好失败呀、啊！大家都只像我们两个了。加油！
街肯定是带盾的，对吧？龙小姐肯定带盾的，所以就算我们把她投了，她显示出来的肯定也是好的身份。她带盾了，她带盾了。是我一败，没有，没有，我刚才说哪了？哎，我思路都，我的思路带盾，带盾，对对，带盾。他首先他肯定带盾，所以我跟他说，把我们俩谁投了，肯定都是好人，因为我是好人，肯定就是刘涛姐，她现在带盾出的身份是好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下周其实只要把刘涛姐投死就可以了。哎，怎么会这么复杂呢？就我现在就觉得吧，你越说真话，你越老实，别人越怀疑你，就这让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我想看，怎么这病人都在怀疑我？哎呀！你不玩狼人杀的游戏是吧？我从来不玩，我连扑克牌都不会玩。老人杀是怎么？狼人杀的游戏就是一个说谎、拼演技，然后拼逻辑，然后就是自己。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会说谎。所以我就是怨了吧，怨刘涛，怨人。童静，童静，请你告诉我，刘涛是不是凶手？刘涛如果不是，我得原地爆炸了。咱们现在对比有照，对，我是大于我，不是都属于对吧？我司马，林哥司马，刘涛姐是吗？刘涛姐今天跟我聊过，刘涛姐，答案来的这么快，走吧，就有点快，这个消息很快呀。你们俩问出了什么吗？不，这个等会说。哦，不说分点。对，我觉得别。我怎么信任你？刚才有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凶手的，什么凶手？就是两个属相相同的人。鹿晗呢？是凶手跟属相是一样的。真的吗？你小鹿问，凶手是一同一个属相。鹿晗说是有两个属相相同的人。我们下周其实只要把刘涛姐投死就可以了。你们知道，真正知道我身份是什么？这里边还有一个，要去吗？咱俩看过吗？我俩没看过。没看过。童静，童静，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盗取盾牌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不愿让我的心上人为我担心。凶手玩弄信件。这里谁有心上人啊？涛姐跟陈哥之前演没演过情侣？他跟超哥之前演过，他们俩今天不是说他们俩的荧幕初吻是一起吗？你的荧幕初吻给谁啊？你的荧幕初吻给谁啊？肯定不在这里呀、好吧，绝对不在这里呀、我都没有合作过。咱们不走这种地方啊。但这也不是，这也太恐怖了。那等会儿再试吧，别试，走吧走吧。别怕，没事，来吧。
别怕，活在呢。你有点太黑了吧？来吧，别怕，活在呢。有你的出现，我。我。怎么了？我刚才以为有人在。铜镜，铜镜，你可以告诉我时辰的秘密吗？时间的秘密。时辰的秘密。这个异香要我去闻啊，我们得挨个去闻别人，这样不太好吧？好诡异啊！异香，异香，我只听过沉香。哎，你是哪个国的？鲜花国。花有异香。鲜花果，对吧？花香，你要有花香啊！再找找，再找找。哎，俊凯，女儿国会不会有异香啊？东哥。身材差距很大，他大壮和小壮，我要开始出手了。聊聊天，咱俩去走走，走，咱俩去溜达溜达。我不去，为什么？你是凶手。问你信息什么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哎，你别走啊！我先离开这里，我先离开这里。邓超，你别走啊！老邓超，你别走啊！我跟你说，咱俩问一个这个，咱俩问这个，好不好？咱问一个信息。Can I trust you？ 你再摸一次我的名牌吧，好不好？你别管了，别管。那你再摸一次我的名牌。我为什么要摸你名牌？摸我名牌证明你的胆量。你现在杀人方式就是我摸你名牌。你害怕我吗？真的没，没事没事，道长没事。你怎么了？没事，别动手了。道长，住手！动手啊！别跑！哎，老邓头。他来了！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老邓头，你要回答我。回答什么？不能回答。你怕警察？对不起，老邓头，我就问个问题吧。刘涛也不是凶手，有可能是热巴。为什么？我刚看到刘友一股异香，热巴是鲜花果。异香？蝴蝶不香吗？蝴蝶有味道吗？蝴蝶也去采香啊。真的不是刘涛，
那属相那个怎么解释呢？属相那个不可能乱说，鹿晗这样说，邓超这样说，所以啊，我没有看到那一条，他们确实都亲口告诉我是他们看到的，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你是不是把李晨弄出去？没有。李晨 out 是你做的吗？他说不是，我问他了，他说不是。你告诉我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是你发动的神力吗？这很重要，你要告诉我。好，走。哎，陈哥，这个时候真的谁都不要信，不要信。过来，我想问你，你告诉我，属相这个是不是真的？什么？属相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假消息的话，我们分析全都是错的。你跟我开玩笑，搞不会是你吧？搞不会是你吧？哇哦，不会是你吧？朋友们，我不会再跟这个棍子说话。你别走啊！是我最早给你好身份的，但我看到那条是两个凶手动手。取的一轮中，李晨和陈赫各自失去一条命，现在公布两人身份信息。现在请发表意见看法。还是那个属相相同吧，咱俩看到的嘛，所以其实我有点模糊啊，但是真的我都有点怀疑这个信息的真假性了，就是真的有点晕，完了，我觉得还是刘涛姐吧。有几条大家都知道很明显的信息：第一，两个身材差距很大，感觉就是我了，对不对？但是还有一条信息，郑恺刚刚跟我说，他的国里面就非常香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是引导我们去想。热巴，但是我感觉不是热巴，我还是指向了刘涛。我现在也可以很坚定地告诉你们，绝对不是刘涛。为什么呢？因为是追查者告诉我。然后我看到的有用的一条信息是，他留下了一股异香。第一反应让我想到了热巴，鲜花国嘛。下一个推理对象呢，可能是东哥，女儿国也有可能有异香。现在我的怀疑对象是热巴和东哥。好了，东哥嘛，就是这是个很，我没怀疑你，我不知道，我对你还是特别信任的，嗯。然后超呢，是因为。就是陈儿也死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这个陈赫死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但是你要说带着香味来的，鸡国是臭味，不是香味啊，鸡屎味，口水鸡，蛮香的。如果大家愿意投我，我死了是为你们做贡献，但是我真的向所有人说，真不是我。下一位，请邓超发言。我是觉得什么？我是觉得，我一开始很信任东哥，因为我在这儿我是好人，我连水都不敢喝，而且
我特别怕我的同伴怀疑我，就是觉得我在多做动作，在掩盖我自己。然后你还把我的鸡撞倒了，主要因为鸡、很介意，因为我的鸡哐当一下撞的，然后我开始就不小心的就看你开始吃这个，我觉得哇，吃这个好从容。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稳妥的玩法是投给小鹿，因为投一票出去他不会有事儿，我们可以进入下一轮。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信息是属相，目前没有别的更明确的信息。我是追查者，我是追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追查者。我说完了。异乡，我觉得大家可以怀疑我是因为我来自鲜花国，那我也会怀疑女儿国和蝴蝶国的两位，这是我的推断。好，现在开始投票，投鹿晗的请举手。投给王祖蓝的请举手。投给郑恺的请举手。投给刘涛的请举手。两票。投给邓超的请举手。投给马东的请举手。好，本轮被 out 是马东，请揭晓马东第一条命的身份。接下来大家请继续前往城中寻找线索。这个游戏现在很艰难了。知道我为什么确信你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我是追查者。你验了我的身份了吗？亲自验了你的身份。你觉得会是马东吗？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投马东啊？我为什么投马东？因为马东说他是追查者，然而他并不是。我是追查者，我知道另一个人是谁。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也下次投他。真的好可爱呀、啊！你就吃饭吧，你今天就好好把饭吃了吧。你这个搅屎棍，你告诉我，你准确的告诉我属相是不是真的？你准确的告诉我，所有的推理都建立在这之上的。我真的好像看到了，但是你这样一问，我又不能确定。但是你这样一问，我又不能确定。为什么你没看到？你不是和小鹿一起看到的吗？是。那你看到什么字啊？好长呢，说明是你属相是不是一样的？我难道我们搅屎了吗？你搅的厉害啊！我跟你说，我是亲眼的记忆。你现在先跟我去看屏幕，什么都不要说了。等会儿我再走五分钟，我分析分析。你先跟我来，不要看别的地方。不是啊，现在我找到观察者，因为他看了别人身份。你说观察者现在该验谁呢？追查者现在按理来说，按照逻辑只能去验马东了。如果说马东不是的话，其他人去验是验不出来，因为他有盾，我只能排除法。对，验马东就可以了。我们先看那个吧。先生，我们要找到追查者。天霸，天霸，董霸，霸座。铜镜，铜镜，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天霸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再给我们一条，再给我们一条。铜镜，可以告诉我马东真实的身份吗？因为验别人都是盾，我只能用排除法。这样也可以吗？嗯，可以吗？铜镜，铜镜，可以告诉我马东真实的身份吗？没用的呀，你浪费时间，脑子烧坏了。
歇一阵。走，等，你过来，走，你过来，哎，哇，你好奇怪，你不会是凶手吧？你说，为什么要说三次啊？童静，可以告诉我马东真实的身份吗？童静，可以告诉我马东第二条命的身份是什么？实在是凶险万分，必然要万无一失。我有两个我们女儿国的勾魂霜，哦，奇香无比，抹在自己手上，只要轻触她身体的任何地方，并叫出她的名字，必取她性命。啊，自己喷了出来，好生厉害。万一你碰到了自己脸上，就是润肤的效果。好香啊，保重。哎，等一下，东哥，我叫了你的名字，摸了你的身体，李晨，谁都活不了。盾牌在我身上，大概我只有一次隐藏自己的机会，我觉得他们会先选择杀我的。你要跟我在一起问问吗？好啊。他们现在基本完全相信我，但是完全不相信你。那你就应该先去拍一下邓超。只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我没有办法近身，你知道吗？只要任何机会就下手。东哥，问一下这个吧。童静，请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裴总，追查者，他们在各自国家中人气颇高，深受喜爱。各自人气颇高。咱俩走会儿呗，东哥。走啊，那跟你聊聊。好啊，我们一人交换一个信息，怎么样？好，我觉得是成。我也信。那你就应该先去拍一下邓超，邓超。我们要不要交换一条情报啊？首先，我可以确定你不是，你一定不是。我可以先跟你交换一条非常明确的：李晨是出道最早的，成名最早的，在他比鹿晗还早。还早。
你是追查者，你是追查者。所以你可以验他。这人太多，等会儿我想跟你单独分享，可以吗？你先等等。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李晨是明的吧？我敢保证，他都不是拿盾的那一个，他都不是拿盾的那一个。我们早就验过了，李晨是明的吧。这时候真的谁都不要信，不要信。东哥，真的不是你吧？为什么会有异香呢？奇奇怪怪。同静同静，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他一直谨记廉职不论高低，责任一样重大。这是追查者。追查者，廉职不论高低，责任一定重大。能提到廉职高低的，这肯定不会指高嘛，一定是低呀。追查者，鹿晗，颜值无论高低。追查者，既然都提到了颜值，那肯定不是一般。不是，那就是鹿晗。鹿晗是追查者。不是谁呀？颜值不论高低，指的是我。追查者，对，我告诉你，刚才漏的那一条说，他在他的国家。非常受嫌，是因为我是女儿国唯一一个男的，我就一直在隐藏我的追查者的身份。这条不要说。同静同静，你可以告诉我使臣的秘密吗？颜值不论高低，责任一样重大。哇塞，那就是长得不好看的人呗。那你就不是追查者，因为那比你难看的还有人啊。没多少，谢谢你，多谢你相信我，我非常感动。我颜值是够的，我是不会说话，但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你长得挺帅的。我真的很好。那你认为这里面颜值比你还低的是不是？马东，还有陈赫跟我差不多。陈赫你觉得帅吗？哎，那先做个访问。你觉得陈赫帅不帅？我知道你看到了什么。那你觉得你自己帅不帅？不帅。那你觉得我帅不帅？不帅。所以咱们三个人当中，不是陈赫应该比你俩好点吧？陈赫比咱俩帅多了，所以一定是我们俩。你刚刚说的追查者是真吗？你不是追查者，因为我是追查者，我知道你不是。追查者是两两知道的。那你怀疑谁啊？我怀疑你呀、啊，我怀疑你呀、啊。怀疑他是什么凶手啊？对呀、啊，因为他现在想跟我说这条的道理是他想说他自己是追查者，但我知道你不是啊。哦，对，他刚才也在找别人说这个事儿。我知道你不是啊。嗯。混淆那些视线吗？
安慕希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参与互动赢取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1，奔跑吧明星座驾，由 SUV 驾控专家奇瑞瑞虎7耀目呈现，极致音效，极致画面，夏普互联网电视与世界较真赞助播出。不会是你吧，老邓头？神经病，神经病！走吧，待会儿都不用。东哥，嗯，你来。我可以信任你吗？你可以信任我。Can I trust you? Can I trust you? You can.Can I trus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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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you. Can I trust you? Can I trust you? You can. You can. Really? Yes.本栏目由希腊好酸奶安慕希独家冠名，本节目由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1特约，记录世界，记录你。本节目由有趣生活分享平台快手 APP 特约，奔跑吧明星座驾，由 SUV 驾控专家奇瑞瑞虎7耀目呈现，节目指定主题乐园方特，方特成就欢乐梦想。 Can I trust you?You can. You can. Really? Yes. Hey, I just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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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这个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你还信任我吗？你越说真话，你越老实，别人越怀疑你。你还信任我吗？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会说谎。我信任你。选择跟我坦白，不下来。游戏结束，游戏结束，游戏结束啦！游戏结束啦 ！Yes。因为今天凶手已经被全部 out， 所以今天的获胜方是其他七位使臣。哦耶！哦耶 ！Yes， 我们赢了。啊，不是我们啊，不是我们啊，算了。太好了，太好了。浩哥，哎，这个属相这个问题，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只是在搅屎而已？没有，你在搅屎。不是，你就记住了前半句，没有记住后半句。虽然我们不懂这句话吗？忘了。然后你们俩就传播了一种瘟疫一样的错误的消息。对，我们把所有的逻辑全贯穿在这个里面。谢谢。要不是这个错误的信息，天还亮的时候，我真的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对对。我听到属性的时候，我彻底把他当家人了。We are family。感谢我们的两位，抱歉欺骗了各位啊！抱歉。涛涛，你要不要聊一下今天的这个感受？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从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到最后所有人都把我当亲人，把所有的话都要告诉我。我觉得人一定要善良，善良人到最后一定是有好报的。耶！哇，说得太好。那我能把我的感想也说一下吗？可以。就是，我觉得最开始所有人都信任我。都把我当亲人，然后我就无情地欺骗了你们，直到骗到众叛亲离。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说谎话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欢乐颂二》又有的看嘞。我也希望《欢乐颂二》在浙江卫视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希望你们一定要关注浙江卫视，然后关注《欢乐颂二》看下去，然后要爱我爱下去。Yeah. 好，虽然案情已水落石出，但还有一封来自国师的密函。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参与互动赢取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1。虽然案情已水落石出，但还有一封来自国师的密函，请你们打开。各位使臣，今天的一切我酝酿已久，无数人为了争夺它不惜发动战争，甚至国破家亡，如今盾牌已经幻灭，希望世间永远和平。各位再见，需要续命丹的时候，我还会继续等待。欢迎我们的嘉宾。
同力生辉。接下来两位女 MC 进行四对四的对决。网上一直说两位女嘉宾之间啊明争暗斗，你们不是把这个事情推向了白热化吗？欢迎登录微博，进入奔跑吧话题页，参与奔跑能量包计划，和兄弟团一起向职业奔跑者送出定制能量包。欢迎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观看节目完整视频。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优酷视频、搜狐视频、PPTV 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人民日报、网易、腾讯、新浪、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Zacker 360搜索看点、标文、全明星看、界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不要离开。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跑男来了》。Oh my god！